林老师，各位好朋友午安，啊，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哈是在家以逸待劳哈，在家里面看线上的人越来越多，那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江一涵老师的这个画展，啊，我们在画展期间举办两场呃相关的讲座，啊，上周是。 呃，台中东海大学的这个李思贤主任，他的一场演讲非常精彩。今天呢，呃，我们邀请到的是林永发教授，哈，是都兰山画院的院长啊，也是台东大学前文学院院长，也曾经担任过呃台东县政府文化局的局长啊，所以他的行政资历也很丰富，教学经验很丰富，创作经验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那我看，呃，林老师他的他的学历好像是文化大学国文系毕业，后来是哦、啊、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是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毕业的。诶、欸，我看这个资历好像跟江老师很像，江老师也是文师大中文系啊，就是学文学出身，有哲学的背景，后来走入艺术的领域啊。那。 这样相同的这个成长背景啊，使得呃，永发教授啊，他其实是江一老师，不只是学生，而且是很亲近的学生啊，跟他学习艺术创作，同时呃，也接受他的很多呃人格思想上面的熏陶。那他也帮助老师啊、呃，就是做了很多呃。 这个艺术服务啊，那受到老师的影响非常的巨大深远啊。那我在做这个展览宣传影片的时候，去访问过永发老师，来谈他心目中的姜老师。那呃，对于姜老师的，就是人格特质啦、艺术造诣啦，永发老师有非常深刻的。 啊的的这个呃分析啊，那呃特别是我记得他讲到一个话题啊，就是中国文人画啊、呃、这个这样一个话题，因为姜老师他在创作中啊，对于文人画有有很多的讨论啊，有一幅画题目就叫《中国文人画》啊，姜、呃、老师他他对于我们常常听说张大千。 是文人画的最后一笔，或者姜兆生是文人画的最后一笔，啊，那姜老师其实好像不以为然啊，或许他认为他自己也承续了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啊，那说不定，呃，你说林永发教授也是文人画的传统，所以所以接续这样一棒接一棒的哈，未必就是最后一笔了啊。 那以中国文人画来说，像姜老师的艺术风格，啊，他这种所谓一笔草草，描写胸中意气，或者是他的画中很有诗意，啊，有一种思想的内涵，啊，那这都是很符合中国文人画的特质嘛，啊，所以呃，李永发教授认为，姜老师的创作其实就是中国文人画的。 现代表现，啊，那它是一种典型文人画的典型，也不为过啊。那个呃，永发教授还提到说，在台湾的艺术史上，像江老师这样子风格明显的艺术家，应该要有一个历史的地位啊。他那个老师对他是认知非常深刻，而且。 十分推崇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啊林永发教授呢来到我们的展场啊，为我们比较全面的、深入的来来介绍一下江一涵老师的艺术造诣和人格的风范。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林永发老师。呃，吴社长啊，各位好朋友哈。 非常高兴能够来长歌这边，呃，分享我的老师姜一涵教授，呃，他的人，他的话，啊，他的书法啊，因为其实我跟姜老师，呃很有渊源。大概我在读研究所之前呐，大概在民国七十七、七十八年，我就在当时的盛大庄，诶，上姜老师的课。 哎，跟他，哎，他在当时讲说艺术理论啊、易经等等一些课程。那后来到，呃，研究所有很多修很多，呃，姜老师的，呃，课哈。然后毕业之后，我还有陆续，哎，跟他来，哎，学习哈。那么跟他一起游山玩水，跟他一起来画画啊。那么这中间当然对我，哎，影响非常的。 哎，多哈，所以也非常高兴，哎，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大家哎分享，哎，姜老师哎他的艺术方面哦书法方面的一些哎表现哦。那我说我跟江老师真的是哎很有渊源的哈。那除了哎他我跟他都是我们都是读哎国文系，是在国文系读文化艺术研究所哈。 啊，在某些人格特质上虽然不一样，但是，哎，他的某些方面的个性，我还还蛮哎欣赏哈。那么他经常到我家啊，我也常,常到。后来我我在台东去教书，他到哎东海大学，那还是会去呃看他。那么就是在呃他晚年的时候，我到他家里，那每次去啊，他都会哎送一些作品。 诶，给我哈，那诶，我在他八十诶岁的时候，还他到诶到台东大学去做诶做驻校艺术家，他大概在那画了那个一百多幅作品，然后诶送了那一百幅作品诶给台东大学哈。那。么。 而且他跟他说，我们整个家庭啊，都跟他，呃，可以说都是跟他，呃，有一些有很多的那个，呃，姻缘跟相处的机会啊。那譬如说，他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啊，他到那个，呃，我海边的工作室那里哈，那跟我的儿子在一起哈。啊，我因为我儿子叫林森呐哈，他会写一个茂林齐声哈，那么送给我儿子哈，而且呢，他说。 那个青少不老先呐、啊，呃八十九，十年后再来重书。哦、那希望他，其实那时候他说那个二零一四年哈，那今年要二零二四年了、哦，还差十年，可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哈、哦。那么他很重视那种人跟人的一种交往跟情谊哈、哦。而且你看看他的书法，他在创作的时候，他很重视那种当下的感觉啊、哦。譬如说他，因为他在 呃、欸，我家里的时候，那因为我女婿也来嘛哈，那我女婿的名字啊叫做孝贤，哎、欸，他就他也写书啊给我女婿啊，他给你写书法画画的时候，他应该跟你有关系的，跟当下有关系的哈，所以他譬如说写个那个见贤思齐的哈，那个我说可还可还得。 得贤而起，他说我的女儿哈，得到我的女婿啊，得到这个孝贤就而起哈。那所以呢，他说他写书法、啊、画画，他不会无病呻吟的，他是那个有意义的哈，见贤思齐哈。那么，呃，就是说他在呃创作的时候，其实是那个呃都会重视当下的感觉哈。而且他非常不吝啬，他很乐意分享。那因为。 他每次到台东啊，我姐夫都会帮他服务哈。所以呢，因为右边这个，你看我这个是我姐夫哈，你看比较像什么人？像大摩，所以他就写一个西来意，那个呃送给我的姐夫哈，大摩的模样那个意我肠胃哈。那么就是说，那个一方面就是他跟我们的家庭都相处的很好，而且他在创作的时候。 哎，他是很都是呃有意义的啊、哦。那、呃、这个时候已经他已经呃八十九岁了啊、哦。哎、呃，触目成趣，不谋一针。其实他是送给我儿子，就是现场的这个冠顶啊。呃，那个冠顶他是一个呃唐市镇的小孩，但是很会喜对艺术很喜欢，很喜欢画画啊、哦。触目成趣。 那个不谋一针，然后冠艇天生异才，不谋一针哈。那个二零一四年甲子元旦聚海潮音小猪九十年后将再聚于此，皆不可思议，不可缺席哈。那这是他当时写的这个字。你看他写这几个字的时候，那个横纵交错啊，那那个哎，制成一个哎有机的一个篇幅在里头哈。 那就特别为我儿子写的哈，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我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个办一个画展哈，他就写这几个字，那个哎送给我儿子哈。所以其实姜老师他是很重感情的性情中人，如果他觉得你好的话，他什么都给你都可以，对那对？他就是非常那个重感情的一个老师哈。那。 他在诶花莲有两次的那个画展，呃，一次是呃，他在八十回顾展的时候，呃，到花莲；另外一次是九十回顾展的时候，就他中风之后，诶又开始也开始更认真画画，还在花莲的办一个诶画展哈。那么他在二零零五年的时候，在办华东那个回顾展的时候，他对花莲特别有缘。 他曾经有个梦想，说我要在花莲要做一个儿童美术馆，他希望把他的画捐给花莲，哎，瑞穗那个地方。那这个计划也已经成功一半哈，那时候啊，硬体啊都做好了哈。那可惜后来因为换了县长哈。 那个后来那个软体就那个中断了，没有继续完成。那而且也在花莲成立了那个呃基金会，希望在后山那个地方呃推动那个呃书画艺术。他一生他对非常喜欢儿童画、儿童美术，所以呢，那个他希望说能够在台湾有一个儿童的美术馆。好，啊，但是候他九十岁的时候。 就他中风之后，他还是画画，右手不能画，左手还可以画啊。那个，而且呢，他不但画，而且呢，还写了那个，呃，出了好几本画册。就好像他那个，呃，七十九岁在那个，呃，龙总台中龙总心脏手术开刀，开刀住院三个月，他还写了三本书出来啊，像《易经》呐、啊，还还书外美学等等。 所以他的那种意志力，他对人生、对生命的一种那个呃企图心，真是那个呃、欸、很不容易哈。然后这是那个他在呃花莲开九十画展的时候，那么我那个呃、欸、我们那个陈建民老师啊，我们在会送一张作品那个对联呢给文化局的局长哈。那么大概我们如果说大概看看那个呃江老师。 诶，他的一个生平年表，大概他是诶山东人哈。那他他在二三岁的时候就读我们四大国文系哈，那修牟中山老师的哲学。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诶，从此他对那个中华文化的一个诶深入研究啊，就开启一个思想之门哈。那在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到。 呃，读黄金碧老师的哎白云堂学习山水，那奠定传统文化基础啊。而且呢，哎他还参加全国美展，还得第一名哦。哦，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他还有件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啊，他还跟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到欧波馆呢，就是、吴永香哎老师画室跟他哎学习。那当时像哎董梦梅，就是他同时同时一起在那个欧波馆那边学画啊。 那当然，对他在四十三岁的时候，他到美国呢，到堪萨斯和普林斯顿大学去做研究员，在十年期间，呃，对他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对他的艺术，对他的人生、生命，整个有很大的改变啊。一直到过十年，他那个五十三岁又回来呃，文化大学呃，教授哈。那在这期间，他因为在呃…… 美国的关系，所以他对于西方的艺术啊，那个做雕塑啦、啊、建筑等等，给他很大的这些那个呃刺激哈。然后后来呢，他到呃一直有还有到呃东海大学哈，一直到还有很多的学校去做一些那个呃驻校艺术家哈。那么他我说他在七十七岁的时候。 心脏手术那个呃手术成功，但是呢呃住院很久的时间，呃，但是这次的生的大病哈，那么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呃生病打倒，他还是那个呃继续向前哈，然后后来也到东华大学、呃，暨宜大学、台湾大学当住校艺术家哈，那么呃先到呃我跟他一起到呃山东大学。 哎，那么去到山东大学的时候，因为他是山东人嘛哈，那所以在山东大学，哎，跟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哎互动哈。然后最后在哎，二零一八年九十二岁哈，大概我们那个谭帅九十三岁了哈，在国务纪念馆他办他哎最后一次的个展哈。那么这是我画的阳明山的哈，那。 他的生命跟呃文化大学讲起来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他读研究所的期间，他老师都是国内那个一流，都是故宫来的老师啊，就整个对他影响非常的呃大啊。那当然了，呃，他那个我说他对他的人生里头哈，对他的艺术生命里头有很多是对他影响的非常的。 哎，大哈，那么像这边有好几本那个呃书啊，啊，就很多好几本都是在那个他，他最后他当时给我讲说，我要还要出十本十本书了哈，包括这个书啊，我们都笑他说有可能嘛，<laughs> 很多说那个你又没有几个钱，啊啊，又又没有什么单身一个人，啊，你要出书，然后还要花钱，这个不太容易啊，但是他就是。 他认为说有志者事竟成了哈，他还是那个呃，认为说他就是认为说人就是要有一个呃，理想，要有一个愿景，呃，要要一个梦想哈，才能够成就一个大的一个呃，事业哈。那么他在呃，学习过程里面，其实他说，譬如说他说呃，八大山人时，他很大的影响，像他有一本《史道坏录》哦。 是很多文化人，我们文化人哦，那个以前要读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啊，一定好研究这本书《史涛画语录》。其实这本研究，这本《石涛画语录》还只是他研究所的硕士论文。但是如果说你重新把它拿来审视一下，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对《史涛画语录》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跟实践的，呃，其实真的还呃，不多啊。 那后来在诶有把它诶再版哈，啊对一些我们学界很大的一个诶影响。然后他也从八大十大上面诶学到一些诶东西的哈。那像右边这一张诶，他写说八大三人颂哈，八大真人好高古人又奇异哈，高古又奇异的哈。我在奇异外引领摇摆之哈，就是他对这个八大。 石涛他们的一种那个哎喜爱啊，然后我说他的一个哎学习的一个哎历程啊，他跟黄金碧啊，哎跟吴永香他们学习哈，奠定一个很好的一个哎基础哈。后来当然他就到哎国外去，那对一个中西的建筑啊、雕塑啊、业务等等哈，那么对他来讲很大的一个哎影响哈。那么他。 那个常,常说啊，我们一个画画的人哈，你不只是说对，譬如说对我们的《易经》、哎《老庄》啊，对那个佛教禅宗的文化，最少你对中国的这些诗文，你要有点了解，当做你一个艺术创作一个哎背景哈。然后他那个哎，譬如说他跟我说，他对那个像马蹄斯啊。 那个蒙德里安呢，也都有一些影响啊。这是他当年画的那个诶人物画啊，当时跟欧波馆的吴永香写工笔的人物哈。那么后来他在好多年后，他还写了题字哈：“此乃以少时习作了哈，已经已四十余年矣。诶，其得得成以董梦梅兄入欧波馆学花鸟人物，中国人人物画。” 会秀逸哈，那传神未能得哈，这他当年他他在十几年前画，然后他又把它拿出来呃提示哈，你看这些线条，也是他对传统还是有下过很多的呃功夫啊。那么这是在一九五七年，在三十一岁的时候得到全国教育美展哎第一名的哎作品哈，那哎，所以有些人说那个。 诶，江老师会画这种画，就是因为他没有时间画，他做理论啊，所以他就画那种那个随随很很大写意随便的画，其实他不是这样的哈。他的他会从那个诶传统，他会从那个诶刚开始那一种画作，然后转换到现在后期的这些画作，其实他有一个是有一个诶过程的哈。好，你看他在当时的山水。 你可以看他的那个呃笔录啊，他是来自于那个呃白云堂黄金虹老师的呃山水的一个呃笔法哈，西山高隐。哈。好，这是也是呃他在文化大学画的一张呃作品了哈。那么他在文化大学任教，我说对他影响很大。那么这是他在那个呃华冈。 诶，他说他还是在在华冈三十年。那其实他的当时这个三十年故那个故旧啊，老更亲哈。那新知新花那个背景神哈。事事情俗事老更好。诶，笑语轩窗听瑶琴哈。那么这他九十岁，诶，他把他的那个画以前的画拿出来画，又写了这个这些诶，落款上去，哦，那么。 我说他受八大很大的影响，他虽然受八大的影响，他想学八大的鸟啊。他说八大有鸟肉食，其实他也不是学八大的那种那个鸟的样子啊的一个形象了，他就学那种八大的那种哎感觉，嗯，还有他的一个哎造型的气味。你看八大山人由此意趣啊，啊，那个八大山人曾经有一张就是黑白的那个。 呃，兰花，呃，也是画品种的兰花，然后他看他的那个构图造型，重新呃用他的自己的一个趣味啊，呃，把它呃表现出来哈。所以我说他是那个会跟古文学习，会跟典范来做学习啊。啊，这也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呃，他认为说他是呃，画一点八大山人的一个精神哈。 那么他常常说，那个譬如说，他这个是他提出不适之事了哈，那个碾石涛具体哈，他是用石涛的不适之事那个，呃，其实这个也是他创作的一个一个理念哈。好，那么他的画作其实很多的变化，有些是纯黑白，啊，有些是非常鲜艳的颜色，一些后来。 呃，尤其是到后期啊，他大量的使用那个亚克力的颜色哈，他有的甚至都呃不调色哈。那有时候你当他画室看他在画桌上，好像在战场一样。那个那个他刚好在台中的时候，那个大楼有一间空间让他来用，然后他就把那个整个大楼把它做很多的一些布置哈，然后你他画室。 那个桌上啊、地上啊、墙壁啊，哎，都是他的作品。他的创作量哦，真是很惊人哦。他曾经到台东，我一个朋友家，那、这个朋友家咖啡店，然后他说：“我今天哦，给你写二十张书法啊，送给你，但是送给你卖，但希望我以后以后来这边喝咖啡、吃饭的时候不用钱。<laughs> 对对”对，那就非常那个自在，非常的豪情哈。 哎，这个用，他有时候其实他还喜欢热闹，他有时候很宁静、很安静，但是有时候他也很热闹哦。比如说我那个跟他去金门，哎，我们一个画展，那我请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歌手，那陪他一起去。哇，那个歌手唱歌，他跳上舞台哦，就拿起麦克，他就自己跳跳舞起来了哦。所以他是他的那个哎。 其实他也喜欢热闹，但他说他的内心，他的热闹背后其实是很孤寂的哈，那他也受很多受米罗的影响，所以他的荷花，他很多画作，他很多把它符号化啊。这个就是来自于那个呃米罗的影响哈。像这一张他的荷花，这张是他非常得意的一张作品哦。在展览画展上有，有我知道很多人想买这张画，但是他说这个他呃非常得意的话，想自己把它。 哎，留起来哈！好，他也受杰克梅蒂的影响。哎，这是江老师跟我讲，他说他很喜欢杰克梅蒂的作品啊。但是，诶，他到底受到哪些影响这我还不是那么清楚啊。但是我知道他对那个空间的那个他的一个雕塑的空间啊，还有对那种那个杰克梅蒂在那个创作的时候。 的那种，比如说他对那种那个这、那个人的一种表情啊，这种那个意意精神啊，他特别去特别喜欢。好，他也受马蹄斯的影响。那马蹄斯他他认为说，马蹄斯对那种色彩，他有那个 n 度的空间表现啊，就是说，像马蹄斯他不不是用不想不是用什么那个立体的、啊，用什么光线去表现空间。 他会用色彩，利用寒色、冷色一块一块去营造出他的一种空间的一个呃深度出来哈，好，那么我说在他在创作上那个，譬如说，哎，他认为说我们要学习典型哈，所以典型就是说，哎，古文好的，我们就要去学他啊。譬如说，哎，他认为那个呃以前的八大十啊、石涛啊、齐白石啊。 诶，这些人很好，他认为就要去吸取他们的一种诶养分啊。那么，所以诶，不止向古人学习，而且要学习典型哈。那我觉得像我，我昨天晚上刚从那个诶四川回来，因为我去参加那个诶张大千纪念馆的一个诶学术交流活动。诶，我觉得这个像大陆啊，像因为张大千他出生在内江嘛哈，他就。 这个内江这个地方，他会，他会把那个张大千的故里呀，啊，帮那个张大千盖个呃纪念馆啊，去他认为张大千在中国的一个艺术上是非常有成就的，他们以他为荣，然后就会把它做一个做三个馆哈，然后让大家去学习哈。那么像那个，甚至他们也做了欧豪年的纪念馆，啊，因为。 诶，应该美术馆不是纪念馆。<laughs> 那因为那个欧华呢有捐赠作品，也有捐赠作品给他们美术馆，捐赠张大千的作品哦，所以他们也帮那个那个欧华呢也捐了那个很多作品给那个诶、欸、他们这个诶内江啊，所以他们就也帮他做一个诶、欸、美术馆啊，就对那个那个社会上文化上艺术上有成就的人，然后、嗯、到那边投过去帮他。 诶，做一个馆，然后把他的精神，来去把它发扬哈。啊，我觉得蛮诶不错的啊。在他的他的思想啊，他不喜欢墨守成规，他他最讨厌哈那个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一写就中华中国五千年文化，或是说你重复的做一些一样的事情哈。那么即使你在 再有什么样的好话，什么样就是他认为说你一直做一直做，它变成一种习气了哈。所以就跟他讲一样哦，他喜欢说一个地方住了五年十年，他就想搬家了。他他就是 <coughs> 希望说能够不断的新的刺激，不断的改变，所以他很喜欢旅游，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然后给他一个新的一个呃、欸、刺激哈。啊，他不喜欢墨守成规哈。然后他在创作上。 他很多都是用那个符号的表现，不管是当荷花、画山水，或他喜欢用或者甚至画了很多的人物，他都是用符号性的去哎表现他。尤其是对方根眼的符号应用的特别多哈。他还喜欢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超越自己。不管他六十岁，他必然希望比五十岁更好；七十岁，他比六十岁更好。他唱歌嘛，前常说哈。 那个君子自强不息，你活一天，你是要进步一天。他认为说你没有进步，像坏人一样啊！那这是那个我觉得那个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那其实他的那个画，他我说他也是诗书画融合。其实那个我们说那个中国一个文人画是这种那个诗书画结合的一种艺术，而且他因为有一个深厚的一种底子。 那个，所以呢，你看他的对联也好啊，他的话都会有一种那个文人的意境在呃里头，而且他会像很多他会取很多的诗，而且他他的他很有诗，他重视那个诗词的哈质感的纸，他会重视那种诗词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我说啊，其实他也是应该也可以算是一种当代的一种无能化哈，那么。 他的那个艺术的风格特色，我们来看一看。我会举一些作品来看看。我说那个他的一个，譬如说，他的画很多的四君子。那梅兰竹菊是我们中国人画的，呃，很多都画的。他认为说很多都画烂的四四君子啊。但是，诶，他希望说，哎、欸，他画的四君子不要跟别人一样，他要有点改变啊。那常常他会加一些背景啊，不是。 单独的一个呃梅兰竹菊的题材。再就是他的一个山水画，他他会把大自然解过以后，诶，再重新解过的一个诶山水哈。然后再在花鸟世界里头，他会很多用这种那个象征的意义哈，那个来画他的花鸟啊。那么他到左手他在中风之后，他右手中用左手画的时候。 哇，他有很多很不错的诶作品出来哈，然后还有他的诶很多有文人意境的诶书法，嗯。那么这是他的那个诶花鸟四君子哈，他一直我记得他好像一直想说要找台湾一些人专门画那个梅兰竹菊，他想办一个展览哈，好像那个后来这个计划没有诶成功了，他认为说虽然。 有时候我们譬如说，你参加现在展览，你画个传统的竹子哦，可能那个评审就先给你打折了，就会说啊，你这个太传统了那他认为说，哎、欸，其实一样是竹子，可是其实它可以有不一样的表现。之所以会感觉好像哎、欸、怎么都一样，是其实是因为画家的关系，而不是因为艺术的关系。其实譬如说一样是竹子啊，可是。 自然的一样竹子，可是经过艺术家的一个表现，其实它有千百种样子。只是说，晚上我们的那个社会把它形成一个样式出来之后，然后大家就固定追求那种典型，而不再想说换脑筋去说：哎、欸，我怎么样去画出真正他心目中的一个呃竹子出来？然后他会哦，不管他画梅兰竹菊，他就会会会不一样了哈。 那个，但是他会取他的一种，还是为保留他的一种诶、呃、精神而去诶、呃、创作。然后他在他说，四君子啊，在中国画中啊，独立称为一颗，但是我们会表现一种境界。像如果是西方人，他画竹子、画松树、画菊花，可能就是诶竹子是竹子啊，菊花就是菊花，但是在东方。 我们画竹子的时候，哎，可能会想到虚心劲节啊，对不对？我们画那个呃、欸、那个梅花的时候啊，就会想到一寒一一冷一一监禁啊等等哈。那会想说表现那个那个梅花的话，会想描去表现他的一种精神哈。那他在他画梅花的时候，他不是去刻画一颗颗的梅花的细节啊，然后他只是一种。 象征性的表现，符号性的表现，然后他就把它加上一颗石头啊。你看他加上后面这个石头的时候，他也用不用传统的那种画有春华的石头，他就整个用一大块面的去表现它。他只要能够表现那个石头跟那个呃竹子的空间的层次出来就好了啊。然后他真是很随意点染哈，而能够自成曲调啊。最重要的是表现。 那个呃棉花的精神，那像这个大概都是亚克力画的。他后来那个，他觉得说，哎，好像用亚克力画，他那种色彩感觉比较强调，他很重视一种视觉的效果。其实写书法，他现在写书法也是一样啊，他更强调一种视觉的效果。好，你看他的那个，呃，他画的这个，呃，棉花。 啊，现在都用它的梅花、啊，用那种那个方，都是它的形状哦。像、這個、这个都是用方的哈，都是用方的哈。然后它这个都是用方的哦。然后它的那种，呃、哎，他说那个呃、哎、梅煮一红史啊，三家自相亲啊，花竹秀儿也，年来别样新哈二零一三年那个呃双十节，青山不老仙，八十八啊。 也是十年前的，十年前的诶作品哦，那也就是说，他的诶他有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不用传统的符号诶去画啊。然后他那个在在那个，他主要就要表现他的那种，还是表现那种易经跟精神。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个一些或现代主义的人，他会想说：哎、欸，我要我不要传统，我要突破。 我要去用新的方式去表现，当然呢、啊，那个这个当然是很好，但是就是你怎么去经过你的一个呃、欸、实验，经过你不断的探索，但基本上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说你会由于为改变而改变，哈，而丧失的我们原有的要表现的那种艺术的精神，哈。那那个呃、欸，我觉得这方面那个呃，姜、欸、老师是表现是很呃、欸、特别的，尤其是他在。 诶，梅兰竹菊方面的这些诶表现啊，嗯，那么他画了这个诶意中诶诶中得心应得心应手之作哈，他就为说他得心应手之作，虽然是那个诶一笔草草，可是呢，诶他就是要表现那种。 他为什么要起意中呢？他是其实他说是对那个中山先生的一种那个景仰了哈，所以他用这个呃意中。那么你看他在画这个竹子啊、石头的时候，他就是很自由哈，甚至你可以看到他诶，好像那个石头上还留两个眼睛出来哈。那么呃很自然去表现他哈，他纯粹把它当一种符号诶去诶表现他。好，你看。 那么他画的也是那个竹子、石头、梅花啊，啊老梅结花，着花背精神，一枝齐出异超群，冬去春来生一组，新花新叶看明春。这个也是十年前的作品，二零一三年的作品。他还说贺中华民国一百零二岁生日，青少不老不老仙呐、啊，能否活？ 呃，一百零二岁，他说他也希望活一百零二岁就对了，哈，那么这是他说为那个中华民国的那个一百零二岁生日写的，他希望他也能够活到一百零二岁哈，虽然没有这个达成这个愿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哈，那么你看看他的那种，他营造一种那个那个冬天的一种呃气、欸、氛哈。那他主要也是你看看他这些那个呃、欸，譬如说他的一个。 花的表现啊，竹子的表现啊，还有石头的表现啊，但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这么多的符号，你怎么样把它搭配起来哈，而表现一种精气神出来、嗯、那么这也是他的哎竹子的作品啊。他说一笔不多，一笔不少，才见高明。那个我们接着画画、啊。 哎，什么时候停止还是高明啊？常常我们书写画画，有时候感觉好像怎么越画越多，越画越多哈，那那个，哎，所以我觉得我们画画，哎，什么时候停最重要啊？那么有时候他不是没有画完，而是他认为画家认为说我、哦、这样已经够了，刚刚好了啊。那么，呃，他把这个一大块的石头摆在前面啊，那后面就加了一些，就怎么样？ 我们画创作的时候，像这个呃雪墨，哎，怎么画的很满而不会很挤？你怎么画的很少，而是不会会画的那个很很很少，但是不见得很空啊、哦？这个是看艺术家的一个哎本事啊。那其实他这张也是，他这样会把以前的画作，然后再拿来再提质，甚至再重新再呃修饰。 那么他，他他也是说，那个其实他，呃，他是从文人化而来，但是说他有时候又有点讨厌文人化，他之所以讨厌，就是说文人化到最后，有些人所变成一种习气啊。那虽然一笔草草啊，可是没有精神啊，没有内容啊。那么，但是其实我说他也是，他说文人画家有其可敬可爱之处。 但虎臭的文人，酸秀的酸秀才文人我不喜欢，文人不能小小的就酸臭哦。那其实他我说那个他当然从文人化来，但是他希望能够演演绎啊，他希望能够发展，他希望能够扩展，哎，但是就是说那个我觉得那个江老师的一个艺术啊，他在一个传统之下，他把它演绎他。 流出很多的，好像那个水流出来，而这个水流刚好可以在我们在一个水墨创作上，哎，好像可以有一个方向去走哦。那这、就、个是，其实你看到它整个，你把它看起来的一个艺术，真的是开开的一个时代的风气啊。所以他其实他对无人化，他这个有时候。 爱爱有时候又又恨啊，但但是他说，其实我还是偷不了这个这个文人的旧习气哦，他那个呃、欸，虽然我说他在跟传统文人化是有不一样，已经有已经把它延伸、改变、扩展啊，但是呃、欸，他其实他说啊，他骨子里呀、啊、还是有这种文人化的这个呃味道在里头。 你看他这一张啊，左边那一张，身在高处啊，他画一只鸟，然后一个大石头，然后他画了竹子哈。你看他画石头的时候，他就那个大气磅礴哦，他不去画这个细节，但是他这个大石头后面后面这些竹子，他却能够表现那个整个那个那个在那个鸟石头竹子之间，他就是能够。 表现他的他的整整体的空间出来啊，身在高处啊，他就会会他不只是画鸟，不他会想去表现一种他所表现的一种人格生命，他对人生的一种体会，对生命的一种体会出来啊。那像右边的那个朱士腿也是一样，你看都是那个有一些背景啊。那么他说。 唐朝的高适有诗，有一本一首诗说：“此生何以高处找？哈，只言身在最高层。哈，立足高处所见远，所见远则不拘细节。啊，这、就是他那个呃，因、欸、为说文人画往往有这种诗性的一种哎、欸、智慧在里头。然、啊、后他说他的话。” 很多德智也蒙德里安跟罗斯科，那整个画面可以说是欢快的组合哈。那组合是人类文化中的大学问，宇宙的一个大组合。那建筑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诶组合。其实它不只是诶山山水那用很多那个建筑的观念去画，他画花鸟也是一样哈。那么他很多的画面，你看看。 都是那个用水平跟垂直的组合啊。我们说练武的人说啊，横平竖直，天下无敌。就是说你能够怎么去变，可是你要能够画面上它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就好像那个郑曼青他说我们在创作啊，如大海行舟，那个大船在海上的时候就是要稳呐，要稳定呐、啊。你不管怎么变。 你不管做怎么样的表现，但是就要达到稳定的一个诶画面啊。那就很多会用像那个马蒂斯那种那个平面的色彩诶去表现它。你看这一张是他是在哎，台东大学驻校艺术家的时候画的啊。那时候那个哎，台东大学还不错，就是。 给他一个，给他房间住，给他一个教室让他创作，还有一个助理给他那个诶、哎、帮忙哈、哦。他真的后来也创作出很多的诶、哎、作品出来啊、哦。那么诶、哎，他认为说他，你看他后来阻止，他认为说他这个是不是陈腔滥调哈、哦？那么虽然时候，哎这个乱画啊、哦，但是他说笑骂由人了哈、哦，他根本无所谓诶、哎，他画我画我的了哈、哦，他说。 这个就是像石涛讲的“比不墨不墨，比不比只有我在其中”，啊。这个就是我。那么，所以他他在画面上强调就是说：“啊，我在我在哪里？这个就是我啊。”那么，一个非常主观的一种，所以他的画作其实是非常表现性的一种呃作品啊。但是画逐渐的呃大太阳，当然这个都不是。你看这个竹子啊，逐渐的大太阳，这个。 哎，不是他不是画他看到的，其实是画他感知到的哦。那么他常常会用非常强烈的一个哎颜色哈。他说他其实也做那种哎齐白石那种那个哎红黑的一种哎对比哈。你看他这个画面上，他的用几块几块这个绿色，你看一个两个。 三个用这四块五块的绿色哈，然后其他的就是，其实他在画梅花哦。那他就是用用用这种冷热的一个反差哈，然后去呃表现一个呃呈现一个画面啊。他的题目也很有很有意思，他说是那个绿色像红色告饶哈。他这个绿色像红色告饶，他整片的一个红色跟这个绿色还有这个黑色去表现一个呃梅花。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一个山水部分啊、哦。那么其实他的花鸟啊，好像感觉好像好像有点山水式的花鸟啊、哦，因为它都是有组合的啊、哦。但是山山水水皆有情啊、哦。你看他这个画的这个哎山水里面呢，又好像又好像两有人物在这里啊。他说那个瞻前顾后。 你看他画这个人物的时候，他也不是去描写一个诶很细致的一个人物了哈，他重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诶空间的一种诶表现。嗯，好，那他说他诶受安藤忠雄的影响，安藤忠雄的建筑，他对光线的应用，所以他在他的画面上，你也发现他在画面上，他有一些光线的应用啊，其实光。 在一个对一个艺术家来讲，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元素。那个怎么样会利用光的人，他可能就成功了一半啊。那么，呃、欸，他说他的话，那受安藤忠雄的一个呃、欸、建筑的影响啊。你看他在他这样画叫天荒地老啊。那么你看他这也是用一块一块的颜色哈，一块一块的颜色，不管是墨块、色块的一个呃组合哈。 他根本不在乎这个石头人物，哎，像不像啊？那么，他他是表现一种天荒地老的一种哎境界啊。而且他在上色的时候，他也没有一种那个形式的一种哎概念啊。嗯，苍茫大地，水煮浮沉。那么，其实他在创作的时候，他在这些透过这些形式的变化，其实他是表现。 他对宇宙，他对人生的一种那个呃观念啊。那么他说，艺术家远离社会，可是却能再造山河啊。他讲这个艺术家，那个虽然呢，那个呃你不能够，他是远离社会的啊，可是他却能再造山河啊。在艺术家拿走笔的时候，他是可以那个，他这个很多是用刷子去画的哈。 但是他还是想去表现一些我们山水的那个呃称法称法出来啊。你看那个他提出那个苍茫大地，水主浮沉啊，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所以那个他的画，他不只是形式，他还会想去表现一种意境出来啊。他说为宇宙立碑了。 所以他是有一个一个很有理想、很有志向的人，他为宇宙立碑，其实也是他为艺术立碑。他希望说，在中国这个近代的一个一个美术上，他能够有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是真正的去努力实践哈啊！所以我说，他也是用生用生命去完成他的一个艺术的人哈。 那个呃曾老师他这张啊，有那个呃赵春祥的，他的确他很喜欢赵春祥的作品，像赵春祥那种那个变形的象征性的鸟啊，一些色彩啊，诶，他的确也受应该也受那个赵春祥的一个诶影响哈。那么他那个他用几个这个木块，诶，那我说他说为做立碑，他人类新历史，他认为说，譬如说艺术来讲。 那个每个艺术家应该去努力为自己立碑，为人类立碑，就要有个理想啊。他认为人如果没有志向的话，那你活着为什是目的是什么呢？哦，所以那个呃、欸，他所以因为他宇宙立碑啊，因为所以他就要做梦，所以他说我的梦不一定会实现，不一定成功了，但是我要为他努力去完成啊。 那呃，这一张啊，呃，他画了说还是欧世界哈。那么那个呃，他把那个有上面有那个白银上面有海鸥啊哈，还有那个呃那个他还有可以看到还有鹤啊，呃，他是用一种象征性的表现，但是他会用这种那个画出那种那个诗境的意思了哈。哦，万顷波涛。 欧世界，九天鸿路贺精神哈，那么他所表现就是一种欧世界贺精神，远离尘嚣，不染俗态啊。那么，呃，他说他这话的时候啊，其实他想起七八十的对联啊，海为龙世界，云为鹤家乡啊。那么，呃，这是二零一一年他画的呃作品啊。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这一张其实也是在用垂直跟水平的一个符号来创作。你看他这张画，你看上面这个地方，上面这个部分哦，都是一个直的、直的，很那就好像上面又好像有瀑布下来一样啊。 那底下呢？这些这个诶、欸，水潭这里瀑布下，诶、欸，他他在画那个这些水的时候，这些石头，他并不是去的画，他只是想画出那种透过这种很写的笔触去表示这种水的流动，而他他不是去描述一个细节就对了哈。我说他是会那种诶、欸，他认为说他这样画，好像譬如说那个上面画的。 哎，这个不用画太重啊，这个地方有一点上重下轻的感觉。哎，但是他认为说，哎，当然这样也有也有可取之处了哈。那，哎，这是他的一种，哎，表现啊。也就是说，他过通过这些线条笔触哦，而他不是只看到那种有形的一个，哎，水的一个流动，他要把那个水的那种流动，这些瀑布，这些山，把它的那种，哎。 感觉意境把它哎表现出来，啊，哎海窝上吊船啊，你看看他说，这是他曾国金写过一个对联的哈，老骥伏古力啊，海窝上吊船哈，然后他他的那个你看他的这个呃鸟啊哎都是很符号式的啊，但是你看他这个虽然是这些。 留白，哈，这些留白都是很有那个画面上的作用，而且他会找到画面上的节奏。你看这些石头，就是，哎，他会找到一个一个一个节奏出来啊。那也是这些横的线条、这些直的线条、这直的线条来完成它一个哎画面啊。好，那么这张画。 也是他认为说，呃，他很满意的话，这、就是也是那个，呃二零一一年画的啊。那么，他，我们，呃，像摩中山说，我们中国的文化一般来讲比较倾向一种圆的一个符号啊。但是，呃，江一涵他特别很喜欢用方的符号啊。那么，你看很多方的一个，呃，造型啊。那么这些。 方的造型，然后他又搭配这些色彩。你看，他说他是受了那个马蹄斯的一个影响，用很多平面的色块去表现它这个自然的空间出来啊。那么其实里面他也看,一看那个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哈。那么互相的来应用，然后大它造成一个诶比较特别的结构，所以他把。 大自然的一个诶结构，重新再结构，重新再造型啊，保留它的一个元素来诶创作哦，那才可以产生它一个诶面貌出来啊。但是他还是认为说，他用色的一个还不够理想啊。但是他觉得诶，这个画上有它的张力，他觉得空间的效果哦，诶还不差。但是他认为说还不合乎他的标准呢，就是好像。 那个还不还这张画还不成功，还要继续再画就对了啊。你看他也是用很大胆的，用了那个哎红色跟哎用了红色、黑色啊、黄色哎去表现它。最重要就是说在那种红色、黑色之间，怎么样去把它连接起来啊，变成一个有机的画面啊。 他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啊，他常常用那个石涛的那个一的观念，哦，一画论的观念，他认为整个一个画面，你要让它是一个怎么样去完整的一个哎统一哈。那么这个是他在创作的时候，那么他的一种对一个色块的一个哎应用，一个红跟黑的一个哎应用啊。那么这个。 他是二零零八年的诶作品了哈，那么那么他他说叫这个海陆空哈，你看他有他有这个海陆空的一个呃表现哈，那个海陆空哈，那么他有很大片的色彩，这些红色、黑色、那个石绿色，在他的画作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诶石绿色的诶表现啊，他是二零二零零八年先画了一次啊。 然后到二零一五年的时候，他又补了那个呃竹子上上去，就是他他又补了上面这些东西上去啊、哦。那么我说他的艺术的风格特，ott,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我们来看看他的花鸟的作品啊、哦。那么他花鸟的作品呢、啊，那个呃譬如说，当然一个是他很多的那个呃花鸟里头，他喜欢像。 山水一样是有层次，他比较少画那种折枝的作品。当然，他在我记得我第一张收藏他的作品呢，是一张菊花。他就画一只用那个呃、欸，用一张那个呃、欸、卡卡纸哈，他就画了一幅那个呃、欸、小幅的一个菊花，传这有一点折枝啊。但是我觉得哇，那幅作品也是很呃、欸、精彩，看了就会那个有感动跟喜欢哈、哦。 但但是他后来的发展大概就是，呃，比较多那种那个就是用比较有背景的，而且他的那个呃石头都是用块面的石头去表现它啊，呃，自鸣得意啊，那个眉开眼笑啊。那虽然也是用那个传统的那个呃竹子、菊花、石头啊，但是他的那个表现的方式很不一样啊。那像他的的那个呃。 这样跑掉了，开始往上哈，好，哦对，好，好，那我们再接下去看他的呃作品。如果像刚才这一张，你看他的这个，呃，我说他的这个花鸟啊，其实很多是来自于八大山人的造型，啊，他但是他会把它再加以改变的哈。 那他说红红绿绿啊，字相应。你看这一张，他用了那个圆的一个造型啊，但是呢，他就在一大片的绿里面，那个万绿丛中一点红哦，那么造成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对比的效果。你看他这一大片的荷花里面，其实它是有层次的。他把荷花的荷叶把它简化成一类造型，在这个大大小小的。 一个荷里面，它产生一种节奏感跟韵律感哈。然后他就是那个那个中国的诗文呢、啊、读得多，所以呢他就会自己能够诶提示写文章啊，把他的那种诶想法把它表现出来。刚才是用那个用比较多的那个圆，而、啊、这个他就用比较多的方，他把荷叶呢把它简化成方。 而且他用这个黑色、是青色，把它制造他的一个那个色彩的一个空间出来啊，那形形色色，千变万化啊。那么，呃，其实就是大自然的一个形，可是透过艺术家的表现，它变得形形色色，变化多端啊。这个也是艺术的一种呃可贵之处啊。好。 那么中国的一个呃花鸟画都比较会有一种哎象征的意义的哈，也是很多会希望一种吉祥啊、平安哈。那他用的那个瓶子哈，他用那个瓶子哈，然后那个哎富贵哈啊清贫富贵哈，这样来表现它啊。他那个你不能够说他的瓶子怎么画的歪歪的，哈哈哈，啊，其实它就是艺术的一种哎表现啊。 我我这次很惊讶，哎，刚好看到有一张，诶、呃，他在很早年画的一一张，好像牡丹，但是牡丹呢、啊，有点应该他的样式有点来自那个张王雪涛的那个诶画、呃、的那个诶、呃、牡丹跟那个那画、個、作出来哈。那他你看他在画这个时候，他就不用传统的一个画作去表现他了哈。那么他主要是那个他说我们中国画家哈。 在用色上总是放不开，甚至不敢用颜色。此幅用亚克力厚涂，有油画的趣味，一点的东方的神韵。所以，他表现的境界、精神，表达东方的，可是他的手段、他的材料，又是一种西方的一种诶表现啊。所以我们说，其实他也是在追求一种中西融合，但是他不是形式上的那种融合而已哈。他希望能够在精神上。 那个画上画面上的一个诶融合他认为说，即使那个我们在现代的一个水墨画，其实是很可以去在色彩上诶多做发挥，而不要说只限于那种黑白的一个表现。好，那么这个是他表现光，他说画家内心有光，人类就有光，有光就有希望啊。那么他也、就是。 他说他的那个，呃，受了安藤忠雄那种建筑那光的影响啊，所以他就利用了这些那种那个光影的一种表现啊。他虽然是也是画梅花的哈，希望之光在梅花啊。然后他加上这些后面的这些那个黑色的这些色块啊啊，也不管是他你说他石头也好啊，山也好啊，但他就是把它只是，他就这边削一块黑的。 黑的东西，黑的墨色来在画面上的，其实画面上的需要了啊。那么，呃、欸，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变化，他已经那个笔在拿在他手上的时候，他好像是上帝一样，他可以指那个像个将军可以指挥万马哈。那么不管别人怎么想，好，那么这个也是他常会把那个以前的画作啊，然后拿出来。 然后再重新再诶加它，那么它原来就是以前画的荷花，它可能时间久了之后，啊奇怪颜色怎么变淡了？它又拿起亚克力起来，诶重新再把它加它，诶又画啊。对他这个东西，他说多有一点赵春翔的样子哈，那这刚才已经看过了哈，有的变化，方的变化，嗯。 好像按，好，哦，对，哎，他说这个清抚，他也是用那个蜻蜓啊，不要别别着那个哎，青浦还是荷花，用大块的这个红色，这个几乎他晚年几乎都是用那个很多都是用亚克力去画它。好,好，再我们看看他这些那个左手画的同心世界。 很多人呢，到那个那个，也许是身体不方便的时候，那常常就放弃了啊。那像很多的画家，可能到八十几岁以后，如果身体又不好，可能都不想动笔了啊。但是他，我很钦佩他，中风之后，他还想说，希望上帝再给我十年、二十年，我还要再创出一个局面出来啊。那么，那这是我们再看看他的作品，你看。 那么他那个他在呃、欸、中锋时候，那画虎就没有办法画的很大，可能就是大概很多都是画六开的六开的作品哈、喔，或四开的呃、欸、作品哈，灿烂之极哈。然后他就很随意啊、喔，那个灿烂之极归于平淡哈、喔。那么这些花色彩哈，他、喔、就都是用亚克力很直接去画啊、喔。那么所以你看它的线条那个色彩诶。欸 跟前面呢也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哦，更随意自由一点啊、哦。那这是他画的一个诶、欸，晚年画的牡丹哈、哦。富贵人所欲啊，青春犹可现啊、哦。那么诶、欸，你也注意到他在他很多的画册，他还会自己多把它写一些导览哈、哦，然后他的那个诶、欸、题字啊、哦，还有他的那个。 哎，整体的一个提画跟他的意之间表现的意气之间，哎，都有一些哎结合啊。那这个都是用宣纸、亚克力、水墨的一种哎表现。看，那个那个人到年纪大的时候哈，看到青春、看到美女都很喜欢，然后他会那个他一，到特别喜欢这种那个艳丽的。 色彩啊、哦，那么他他的女儿啊，那个看到说哇，你现在中风、啊、还能够这样去画？他说哇，你要画几张留给你的孙子哦。他说哎、欸，这个呃、欸、很很有很好啊、哦，他很希望能够这么做哈、哦。那他因为他的孩子啊，那个呃、欸、师母都在美国嘛，他大概台湾待多一个人哈、哦。那么呃、欸、有时候平常互动也不是很多哈，所以哎。欸 他说：“那后来我能想一想，好像我都好像为自己的子女画的画很少。呃，所以他后来他有在那个，他说他在呃那个呃中风之后，他画了好几幅画，哎，送给他的孙子啊。那么啊，天真浪漫一支笔啊，任他纵横任行止啊，行至莫枯死啊，借借借借纸意不尽啊。那么借机。” 那个，请那借机就休息了哈。那么你看这个是很灿烂的一个色彩哈，他也很喜欢像苏东坡那种天真浪漫、似无私的那种呃感觉啊。哎，对对不起。啊，你看那个哎，赏心悦目啊。那么。 那个，呃、欸、这是他心中的那个，呃牡丹花哈。那、喔、么他的那种是热情浪漫啊。还有，你看他说，这是他也是那个在二零一五年画的啊。他、喔、是二零一四年中风，然后二零二零一五一六这两年画了大量的哎、欸、作品出来、喔、然後啊。那么他说画山呢，要抓住造型美，然后再求气韵。 有些人是气音第一的，啊，有些人呢，他讲究造型的变化。那么姜老师他特别讲究一个形的变化啊，然后他在拿起毛笔的时候，他就用那个那个大笔的那种宽笔去表现他的心目中的一种山水，但是他就是会搭配颜色了哈，那颜色一个搭配，然后。 感觉一个整体的那种气势、大气，啊，比较能够哎表现出来。但是你看，这个大多是都是非常，不管是在哎形啊、色啊，哎，都是非常有节奏感、有韵律感的啊。嗯，他说啊，那个诱人痴迷就是最好的艺术啊。那个看到这些花，那个诱人醉。 你看，但是这些，你看这些花的一种，呃表现，它又是这些花的表现，它又是在显现，不管形的色、形跟色，它就是都是能够表现一种那个，呃节奏感的。它不在乎细节，而在乎整体的一种，呃变化。所以它是九十一岁的，呃作品啊。 他说：“此山呢、啊，造型甚美又自然，哈，那么，所以他到年纪大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乎，他就是非常在信，非常率性，非常直接。他非常讲，究，说，我们画画要写字画画，就是要有自己的一种感觉了，哈。”嗯。 啊，此话一出，被两个糊涂抢先。<laughs> 那么他的这个，呃、欸，他说他也是受了那个，呃、欸，齐白石的影响哈，齐白石的造型啊，呃、欸，画这个，呃、欸，葫芦。嗯，你看他这个，呃、欸，人家说这个是山水还是花鸟啊？他说不要管他，我只是一堆胡话而已哈，那么咳咳。 你看，但是它这些符号的一个变化，譬如说，哎、欸，你看它这些符号啊，你看，譬如说，哎、欸，或旁上面这两个三角形要画多大，要画多小，然后它的浓淡还要跟底下的这个整体的配合、配合、形的一个配合哈。 你看这些这几块的这几块的形，这些色彩、这些颜色，都是一个有机的一个哎组合了哈。所、就、以、是、他说似似“四山四水任君猜”啊，他画他自己啊，他已经放开了哈。那么哎，自己呢比不比，墨不墨，自有我在。嗯，你看他用，他也是、就是，这是呃用那个。 六开的、八开的宣纸哈，然后画两个苹果。但这个两个苹果不是真的苹果，但是觉得这两个苹果哎，真的是还不错，很有画味。啊，四平八稳。 四平八稳，乃是太平啊。那个，呃平稳哈，是其实很多，呃那个艺术家追求，但是也是我们的社会追求的一种，呃平稳。它就不是那种那个，呃传统的，我们国画的那种画苹果的一种，呃表现啊。你看它有一个，呃西方的一种西化的味道在里头。 满目青山啊！我看青山多妩媚，量青山见我亦如是。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画他的心画哦，而不是画他眼睛所看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诶山水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晚期这个画，就是非常自然的、非常自信的、非常活泼的去表现的诶。 他的诶作品哦，他说这张画，这些那个自然的欢快组合，这些大楼哈，这些高楼，他说有一种居高俯瞰的感觉。他说，哎，这样就够了，他已经不太在乎这个高楼像不像了哈。那么，这是他对一个创作的一个呃想法。看，相看两不厌啊，他就画了花。 跟这个呃蜻蜓哈，花姐喜欢看啊，更盼风蝶亲近啊。哦，他画的是蝴蝶了哈。那么呃他就很大胆，特别去强调那个红色的这个花哈，然后给他加上了一个呃蝴蝶哈，相看两不厌啊。哎，这也是他就是。 很晚期的作品，二零一五年的作品哦。那么他的用鱼的一个诶、欸、造型哈，那个诶庄子会说“今不知鱼乐”哈。那么他也是借着这个鱼来表现那个庄子会师的这个对娱乐的一种诶、欸、解释啊，但是他这个他说他这个鱼的符号，其实也是很多来自于十道跟八大。 悠悠冉冉啊，他他他希望说，在他的话里面能够表现一种高逸啊，其实表现一种文人的一种诶意境了哈。那么，但是他的手法就是很自由、很自然哦，然后用符号化的去表现这些荷花，其实也表现了他的他这种悠然自得的一种诶意象生活。他画花。 不必会艳，但不可俗哈。所以他认为说，他画画一样可以用很鲜艳的颜色，但是就是你不要变得那个俗气就好啊。你看他的瓶子啊，什么都表现的手法都不一样啊。白眼青天啊，他说他纯粹是用。 画上的一个结构哦，而不在乎那个哎个个别的一个影像。白眼青天，他用他，就你看他点出了这个嗯呃白眼青天啊，但是他他只在乎这个整体的这些那个线条、这些墨块的一个哎组合结构。 他说：“出其不意，别有天地啊！那么你看他这个，其实他是，其实他后来就被人家玩一样了。哎、欸，他他已经不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也不在乎怎么样那个、那個、那个国那个国画六华，他已经不在乎了啊！他全然能够那个自我的去发挥跟表现，不管在色彩或是在造型上面。” 好，你看这个画，他说啊，此画千无章法，史无前例啊。尤其是他认为这个那个他的画的这个菊花变化最大，每幅都不一样啊。他非常喜欢画菊花，那个我看过他画的菊花非常非常多的作品，而且很多都不一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他说红菊、黄菊、次第开。 没有风来蝶未来，遥望南山云荡荡，烟民篱下酒一杯啊。所以他，他虽然是画的是诶现代的东西，那其实他在画的时候，都是还有一个一个历史感的啊，一个文化感的。他一直认为强调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艺术，它像一条那个历史的长河，是。 那个有有前有后的啊、哦，它不是只有那个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所以你要往上接往下接。其实他在创作的时候，他有一个思考：未来的十年我是什么样子？未来我们那个水墨画的发展，未来台湾的一个水墨画它是什么样子？书啊什么样子？他是有在哎思考的啊，而不是艺术文化东西，它不是哎停滞在那里。 这又是他的菊花，跟前面的菊花又是不太不太一样，对不对？好，你看，你再可以看他江山苍翠啊、哦。他说：“此作啊，横图纵墨，能潇洒出尘。”所以你看看他这非常自由豪放的一种表现啊、哦。他他的意思就是表现。 江山苍翠的那种哎感觉而已啊，哎，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时候的画，真是表希望表现一种那个童心、童话、童趣啊、哦。他一辈子非常喜欢像那个林烟啊、红通啊，或是很多的朴树、艺树。他认为小孩子的这种天真的美是最可贵的啊。哦 他画的那个童年梦啊，此画是随手涂抹，但是赢得很多人的赞赏，哎，最可爱哈。那么，所以我们哎创作啊，其实是非常多样的啊，而且每个人随着他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间啊，会有不同的一个表现啊。天上人间啊。 三只蜻蜓，五朵花，呵呵这也、个、是他拿来把它当题目的啊，非常直接的啊。你看，连它的色彩、它的造型，都是非常的自由、奔放、轻松。那么，他的目的是表现一种青春年华。 因為他认为说这个花有点突兀啊，叶子也很乱。他说，但是他认为说是还是很动人的啊。你也可以看到他在诶二零一六年写这个时候写的字，他因为手的控制啊，可能没有那么稳定了哈。哎，但是他在这个哎，因为控制不稳定，可是呢，他这个笔画线条说。 流露出来的，我觉得反而更好。他早期的书啊，反而还是有时候刚开始他写说其实会有点燥气啊。但是到后来，我觉得他就很变得就比较那个刚中带点柔。嗯嗯嗯，对。最后我还稍微谈一下他的一个，我说他是用文人意境的书法。 我说：“他说，一个画家哈，你如果那个不对中国的老庄、易经有点了解，如果你不对禅宗、佛教文化有点了解，你最少还有一点对中国的诗文、诗词有点了解，好像有一种创作的根基了哈。那是他的那个他在写的那个，因为书法其实它有一种汉字的意涵在里面。” 所以他特别去表现一种人的一种想法，人的一种对那个生命经验的一种呃、欸、体验哦。嗯，那么他的呃、欸、在他写写书啊，我书也是一样，我说这都会有一点那个有一点想法的哦、喔。像譬如说那个“正义千仞刚，嫡主万里流”，他是送给文化的创办人。 那个，哎，张起颖的那个，哎，那个句子哈，那么，他的那个，哎，书书法，为什么说他的书法哈，哎，在我们台湾的一个书法界，哎，他其实，我觉得他很用功，在写书法的时候，其实是他到美国之后，哎，尤其是他离开文化大学到美国那个，那个，哎。 三四年的时间，哇，他的，他就刚好那时候在写那个书道美学，所以他认为说，他那个一天哦写的就是那个那个近百幅就对了哈，那个就是他下的功夫非常多了。他说在美国，他说他也没事，他整天都在写书法啊。他认为说，给我十年的时间，我可以创出我的一片天地出来啊。那么最主要就是说，他在那个。 哎，在前面这个人生里头，他对一个，哎，譬如说对那个他看过这些我们中国好传统的一个好的书画的东西，然后他的那个眼界哈都很都很高，加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理解哈，所以他的那个书法的创作，其实我们不能够只有从那个书法的技术去看他。 哦，他想呈现的，他书法呈现的背后里面，其实很多他的一个诶文化的诶内涵在里头。好，这个二零一五年，就是他已经中风的，诶，他是二零一四年中风的嘛，哈。那这也是二零一五年，你看他写的这个白影哈，你看造型啊，什么都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诶改变了啊。好，大红起兮啊，那么。 他说他这个作品呢很丑，但是他很有纪念性啊。这是他七十五以后，就二零零一年写的，开始勤练书法啊。十五年间有了静静啊，就刚开始那个，哎，二零零一的时候开始那个，哎写的啊，大红起兮云飞扬哈。他说他刚刚开始写的时候会有点比较一种生硬的感觉，而且呢很多的。 台湾书法界的人并不认同。我记得有一次，我请他到台东大学去演讲。我一个朋友说：“啊，你怎么请江英恒老师来演讲？他认为说他的书法不好就对了。”可是过了二十年或今天，他的看法就不不一样了啊。那么，那个我们如果说从美术史上来看他的书法创作，应该有他的一个独特的一面啊。 任头生白发，放眼看青山啊！那么你看他这个字，我就是说他非常讲究一个书法的结构跟那个诶笔画的一个安排哦。他不是求那种那个传统的那种那个永字八法那种诶笔画了哈，而他从他已经那个诶、欸、用他自己的一个符号去表现他。 啊，我说他，尤其他在那个篆隶上，其实是下比较多功夫了。他就用他很多篆隶的笔法，然后用自己的造型去诶改变它啊、哦。那么他还是用很多的，你看还是这些横平竖直的线条，然后让它上下参差啊。那个醉眼看青山啊、哦，然后那个诶，所以他的。 我是觉得他的那个，那是当时哦，他在写这样的书法的时候，台湾的那个呃创意书法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可是现在慢慢的，大家对于他的一种书法，好像越来越,來越承认他的一个呃存在。嗯嗯、哦，乱石奔影啊、哦，这是二零一二年所诶写的啊、哎哦。其实他写的时候，他也是中锋、侧锋一起用。 跟他画画一样，他常说我们用他用石涛的这个在写字，他画画。他说我们用笔有三抄，就是三个三个写三个用笔的方方法。他说一、e、a 立，立就是用中锋来写；然后二 a 侧，侧就是侧锋来写。他说三 a 画，画是用画画来写。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举例了哈，他说立。 力就是中风嘛，就好像我们在那个马路上那个那个快车道，那个不能乱跑，那个你就要在快车道上这样这样去去走嘛哈。然后二月侧它侧风在慢车道上面，那个骑那个脚踏车，哎可以比较自由一点哈，侧风啊。然后三月画画小朋友在那个人人行道上可以稍微自由乱跑啊，那么。 但是那个画的一个趣味就比较多啊。但是中锋你更能显示你的一种那个笔的一种功力啊，力透纸背啊等等哈。那么他的创作上，他在笔法就是他有很多的呃变化，他也不会执意说一定要中锋、侧锋哦。他甚至把那个画能够用上去啊。你看他写的那个“硕”。 呃，他曾经在惠丰堂办一个那个呃书法展，很多不同的瘦字哦。好，开时代风气，哎，赚不朽文章哈。那么，他就他有一个，他就是有一个理想，他要开时代风气，好，他要那个那跟要能够留下一些为人类。 文化历史留下一些东西出来哈，所以他不只是画，不止创作，他还要写很多东西。他在我说他生病，在台中住荣总住院的时候三个月，我他完成三本书。那什么完成的呢？他用口述的，他用口述，然后请人把他录音记录下来，这样完成他的哎书出来啊。所以他的那个精神，我觉得非常哎可佩啊。然后他的这些。 他有时候落款的是，你看他的这些落款，有时候在中间哦，他有时候在下面，他就不按那个呃俗套去写，哦，为往圣继绝学，替今人开心词，金句哈。那么他的这些书法，就是说他的书法，哎，其实我说他不只是书法，其实他这个书法想去表现他。 内在那种那个很多那个读书人的一种想法跟志向出来啊，嗯，那么他很多的书啊，尤其在有些是大，甚至有些那个那个呃三尺六尺的、啊、四十八尺的很很多啊，那呃他也常常用各种不同的那个呃纸张。 诶，来哎，书写而且他有时候那个一写起来哈，他有时候以前在在我家说，他一写就是五张十张的那个画跟写哈，那个像有些朋友刚好来，他就见者有份，那个写个书啊送给他，你看这个时候的那个，这是一九九八年哈，哎，他所写的哈。 那么，那个“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他有一个时间啊，写很多这样的一个句子哈。那“空山无人”哈，这样的一个句子造型，他就用用一样的句子，他一写再写，一写再写啊。嗯，足以敲窗，你看他的这个说，你看这些那个哎。 比如说这个竹的造型哈，还还有雨的造型，这中大概可能还是比较以那个篆隶的笔法来来写哈。然后他敲窗故意用这个小的哈，然后这个云云山啊，你看他的那个呃造型就非常的一个呃不一样啊，他早期的写的像这个。 山川浑厚哦，这是大概，呃、欸，他应该是在那个东海大学那个时候写。他这次是这个是在我家写送给我的，后来我把它刻在我家的石头上面。山川浑厚啊，但这个是他那个呃，已经二零一五年已经中风之后哎写的哈。那呃、欸、那时候就写的非常的厚实哈。然后这个是中风之后他。 比较不能够控制那种那个诶线条毛笔哈，但是它整整体上哎，它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说，到底那个就说张一涵的这个字画哈，那个诶、欸，我觉得我们今天那个哥歌能够办一场这样的一个诶展览跟讲座，我觉得那个。 诶、哎，很不错，就是你对一个诶、哎、当代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重视了、啊、哈。那也许有人说看不习惯，你说啊这个画不好了、啊，你就好好写文章就好，你不要画画啊。但是我们如果说用一个整个一个，比如说一个美术史的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诶、哎，台湾的美术史应该有它的历史的一个诶位置啊、嗯。那么他在就好像他在。 有人创作说，像有有些人会把那个江老师跟江一涵老师来比较。哎，有时候哎、欸，汪中老师的书法特好啊，然后哎江老师的话，这个这个不行啊。有人说哎，那个江老师啊，他是现代那个台湾书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然后那汪中啊，这个还不行，还没有入传统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的。 偏颇的一个呃评论了哈，其实因为两个人不一样嘛，他画的、写的是书法，画不一样啊，然后字如其人啊，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啊，个性不一样啊。那像江老师，像像书法来讲，那江老师他特别重视一种视觉的一种效果跟一种结构的美，哈。可是像汪老师，他就会特别重视那种。 中国文人的一种那个诶，书法意境的一种读书文的那种意境的一种诶表现呢、啊。那么两个人他的那个那个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这个没有什么应该没有什么这个好坏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诶，姜老师他今天的一个艺术的成就诶是值得我们肯定。其实，在我们这个艺术的发展，一定要是去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探索我们的。 那个，呃，美术的发展才会再更进一步嘛，哈。也许你走的是小步，啊，也许走的是大步，但是总是有进步啊，总是会在在我们的，而且我觉得他的书啊，在他的画画，就帮我们好像开出一条的路出来，开出一条新路出来了，哈。那么他的那个，呃，他认为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水墨画，哈，他认为说要用现代的笔墨来表达。 而他不用老的春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画的那个水墨画，那么如果你还是画一个那个老先生在海边带着一个斗笠在那边钓鱼，那个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新的水墨画，你要有一种现代的笔墨，而不是说都是沿用着古文的形式来创作哈。那么。 而且呢，呃，他他，在一个绘画上水墨的表现，他的他认为说，形跟色，就是造型跟颜色，是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两把重要的一个秘密。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尝试实验，那你就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哎，所以那个，呃，我记得在江老师在。 那个水墨画的形跟色的一个一个尝试上，我觉得他是有成就的啊。啊，同时他认为说，艺术的表现就是要符号化，而不是看到什么画什么哈。那他最重要是这个符号的应用了哈。你虽然把一个大自然的形象重新把它解构、重新组合，但是你还是要保持它的那种艺术要表达的精神跟内涵啊。 如果说你虽然用的新的材料，可是这个房子盖起来是不稳定的，好，那也不行啊。所以它在一个新的符号，在一个新的一个元素上面重新把它解构组合，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有一个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哈，有一个精致的东西出来哈。当然这个是需要一点过程。其实我看了今天他，譬如说他在五十几岁、六十几岁。 然后到后来到，呃，譬如说他在七十几年的一一些画，然后到那个八，后来到八十岁、九十岁，哇，他都很不一样的一些呃阶段的一个呃变化。所以他会走到譬如说后来到呃二零一五年这些作品，他中间是有过程的，而且他的创作他从来没有停顿过啊。哦、那。 他说：“艺术家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创新自己。他认为说，艺术家就是要常常接受挑战就对了哈。那么不能够常常那个墨守成规，哎、欸，我这样画那个很有市场，很好卖，我就这样画。他是会不断的去向前走。他常告诉我们说：，你今天跟我学东西，你就要把原来的东西把它抛抛弃掉、丢掉，你才能够接受我的东西嘛。所以那个哎、欸，他就不断的要。” 割舍啊，不断的要去哎进步啊，那么呃，就我觉得他能够不断的去挑战自己，那个这是一个呃很好的一个呃想法啊，就不要太形式就对了哈。再來就是哎，他能够会学习跟学习典范哈，而来创新哈，就是好的东西，历史上好的东西，当代人好的东西，他就认为把它呃学习出来啊。 那而不是那个墨守成规，那个这个部分啊，他常常说我们现代人不能够哎，我只要吃汉堡，我只要喝豆浆啊，我都不穿西装。他认为说，其实我们生活在当下，在现代里头，其实我们的画作，我们的生活本来是自然，它是有点改变的。其实你可以发现，他的画里面，哎，好像我。 好像有西化，好像有国化，水墨，水好像有东方的水墨在里头。哎、欸，好像又有古的意思意境在里头，还、啊、有现代人的生活在里头哈。然后他，我觉得他，我劝，敬佩他一点，他就是说，他唱用那个《易经》的这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来勉励我们哈。那么认为说，他这一个人那个活的目的就是他进步，你要进步，你才會快乐啊。那么。 然，当然就是要学习了哈。他认为没有不学习的人，他是一个会人哈。那他就是，你看他，他这一辈子，你看他，几乎他的日记都没有停过。那么他的创作，他的书法哦，可以说他就是，我说他是一种用他的生命诶在做艺术工作的人哈。那么我们说那个。 生也有涯，那个呃意、欸、海无涯啊，尽情在我。他强调说，那个这个那个，人家说，子不止，子以天命；尽无尽，尽在人心。他的那个人的一种生命，你随时会结束，当然你没有办法做决定嘛，哈，那只好交给上帝。那艺术的一个诶艺海里头，那更是一种无穷尽的探索。 最重要就是说，你不要放弃自己，你要能够尽其在我，要尽你的能力去发挥出来。他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做梦啊，这个梦不管成不成功，但是你已经做了，他就这样就已经那个哎满、欸、足了哈。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江老师的身上啊，我其实那个学到蛮多的东西，因为他在给我思想上给很多的引导跟启发。 啊，这个是那个我钦佩他的一个呃、哎、地方。那尤其是我本来就准备这次的演讲哦，我也好好的把他以前写的书那个看好看一遍，哇，这个越来越钦佩他。谢谢他，还是真的是还有很多的呃、哎、东西了哈、哦。那那个呃、哎，今天我简单的分享大家，希望大家都给我指导，谢谢哎。哎，好像还有一些，而且还有还、哎、好。 我再看一下东西，哦，好，那么他强调我我这个是哦那个我还有一些图片来解释前面的哈。他说我们强调用现代的一个呃水墨来表达，不要老是用老春华啊。好，这是他说啊，画祖之难哦，不能够无视规矩了，那更不可墨守成规啊。他是没有规矩，不能够没有规矩，但是也不能够墨守成规。 啊，他说，比如说他画竹子呢，哎，你会觉得他这个竹子跟以前的竹子，呃，不太一样嘛，哈。那他说，那个回归本源，哈，他认为什么事情呢，就要回归本源。人家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考试的时候，他常说啊，答案出在问题之中啊，你要找到那个本源，就可以解决一些，呃问题，哈。 那么你看，这是那个呃白屋啊，他他这个是应该是晚期写的呃书法啊，也是一他九十一岁画的这个荷花。好，这个到这个时候，你看可以感觉到天真、浪漫、自由了哈。好，我说他的话还是无人画。 虽然他说有时候看不起文人画，但他说我、哦、还是那个离不开这种文人画的一些那个诶、欸、想法啊、哦嗯。嗯，他说呢，庇护住宿、生活，挥毫落纸先境啊。仁爱富人，我爱贵人哈。我对这样话咳咳特别喜欢。 因为这是他那个装潢之后啊，我到台中过来去看他，那个他随手那个从那个墙壁上啊，那个把这本书送,送给我哦。那么你看他的这个这个笔画之间，可以看到他在写字的时候，当然他的那种笔画，他的他的手可能要控制这个已经没有办法那么那么的那个自如了哈。哎，但是这里面还是很大的趣味，尤其这个句子啊。 那个一般说大家都喜欢有钱嘛哈，他说人爱富人，我爱贵人哈，但是贵人更重要嗯。好，那个，诶，我今天就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大家哈，那欢迎大家到台东看山看水看好画，好谢谢。啊，非常感谢林永发老师。 辛苦了，您请坐，啊，那个刚才我们听林老师啊，这么丰富又这么深刻的一场演讲，啊，他说，啊，你你要发表意见是吧？<laughs> 是的，待会请您说哈。OK，就是，呃，就是老师啊，刚才是举了好多好多这个很丰富的这个历年来姜老师的代表作。 啊，来跟我们分析他创作的这个背景啊，还有他的创作的过程啊，就是本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展览，好像是比较平面的，可是听听到我这样一个演讲，好像整个江老师的创作变立体起来了啊。他每一个作品，他都是观念先行，有想法才能够创作出这样一个面貌来啊。那我们我们好像更觉得。 他在毕生在追求形与色的这种研究，还有还有追索啊，以至于有这样子的不平凡的呈现，啊，更深刻了解之后，觉得他的意境不凡，他的造诣也不凡啊，结合了古今，结合了中西啊，难怪林老师会会说他的东西有当代的表现啊，可以在台湾的。 这个这个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啊，称之为当代的中国文人画啊，不为过，啊，那刚刚老师说他他对于经过这样一番研究，他对于姜老师更加的敬佩，我也有这种感觉，同时我对你也更加敬佩，<laughs> 对，是，哎，非常非常感谢有这样一场呃精彩的演讲。 那不晓得在座听完以后，是不是有人也有问题要再问老师，或者你有什么感受，趁这个机会发表一下？啊，你好，刚刚您问了很多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你刚刚不时的有一些意见，我觉得可见你是一个专家，你你你来讲讲看。不来来来不，哎，我姓张，哎，对，我姓张，不好意思哈，耽误一下大家的时间。哎，那我是江老师的学生我这里。 补充一下，因为我跟夏老师认识好多年，我补充一下我我对他作品的看法，然后，呃，第一个他说书画不同源，哎，我们学书法画画的，哎、啊，书画同源，书画同源，这是他的发现，哎，啊，因为为什么呢？你看看那个甲骨文，甲骨文呢，大概几千年，哦，三千年，好啦，他甲骨文再上去再多一千年好了，四千年，五千年好了啦，哦。 文字大概就五千年，可是呢，原始人呢，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那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岩画、壁画就已经有画啦、啊，画已经几十万年前就有了。那书法是最这个字是最近的事情，怎么会同源呢？这是他的他的哦发现，好、哦，这个是他的发现啦。好、哦，所以那那到底书法是什么呢？书法是一种，他说的是一种。 高度的人文表现，高度的人文表现。那人文是什么呢？他他说了，人类有三个智慧，第一个乌乌啊，当机啊，乌、啊、的智慧；第二个人的智慧；第三个神的智慧。那乌的智慧呢？哦啊，像那个哦，哦那个哦，非洲的那个哦，比较原始的啦，儿童啦，哦，那像我们台湾的像那。 啊，他又提到了林渊啦、啊、洪通啦、啊，哦，这些人他都有一种那种，哎，污、呃、的一种能力，哈、哦。 那人呢？哦，人的智慧到达很高呢。哦，他是很崇拜的，像那个于右任啊、黄宾虹啦、那蒙德里安啊。他去美国，他去美国，那个蒙德里安呢？哦，他那个纽约百老汇，然后他把这个现代的这种生活啊，他都可以把它吸收起来。那神的智慧呢？我就觉得他是像，比如像米罗啦，哦，米罗，他的画那种外太空啊、星星啊，哦，像那个萧琴啊。 画那个外星人啦、啊，好这种，好啊罗斯科啦，罗斯科啦，好这些啦，好，好，那么他呢，就是把，所以他的学习是这样，他学习是往往两边去学习，往往天上去接，往地上去接，所以他去，他很喜欢儿童画，就是他一直去学那个儿童的啦，啊那种很原始的，你看起来那种，其实他是很有。 很有技巧的在学习啊，还有一个，所以他对那个空间的学习，他对空间的学习，他对塞上的学习，塞上就是就是天啊、人啊、地呀、啊，所以他他他对那个塞上的整个画面的那个结构啊，非常的扎实，所以他去学那个塞上，好，所以他他的话，有一次他的画展，那那题目叫形形色色，所以他对这些东西呢，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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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 把它突破，突破之后呢，慢慢的把它融成了这三个东西，它都把它融成一体了，所以最后面它就形成了这样子，把它练成一单了，所以呢，然后练了 o、OK, k 完了，练练这几年就是这样子，哦，三位一体，所以他等到他练完三位一体的时候呢，他有一次的画展的题目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啊”呐，就说、是、哎。 我已经得心应手了，已经不再那么啊、哎，这个这个绑手绑脚了。他他他这个这哦啊，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们呢啊，我们呢如何看待说他这个是文人画呢？这个是不是文人画呢？因为文人画就在那个人文智慧就在这一阶而已。好、哦，我们看传统的文人画就在这一阶，可是他已经往两边往神往污的。 这这个智慧去发展了，所以如果用文人画，我觉得没有办法去，诶诶，整个很客观的去说了，啊，去这个这个这个呈现出他的艺术的这种内涵，所以也或者是说，如果了不起的话，应该是说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啊，他在文人画里面已经加了很多了，好，所以呢，啊，所以我我。 我最后里面，我他的话里面，我讲到说，哎，他很喜欢黄宾虹啊，所以他就说浑厚华资啊，好，哎，这个如果呢，文人画最厉害的、啊、是黄宾虹啊。我说老师，那你如果看黄宾虹？他说黄宾虹就是茅草屋里面都放满了黄金呐，哎，只是他很会讲话。你看茅草屋 <laughs> 那个旧的传统里面放黄金，但我觉得。 江一涵呢？哎，我觉得江一涵呢是，哎，豪宅里面哎有很多宝石，好，有很多钻石，有很多宝石,石，所以呢，我觉得他的价值在这里啊。我我我，呃，作为一个他的学生，我觉得呢，哎、把它点出来说，哎，他是不是文人画呢？或者是说，哎，他应该怎么看待呢？啊，我觉得，嗯，哎，就是应该这样。我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定义了哈，还有他的书法里面，哈，我们看到他的书法里面，他用很多的方，像这种啊，他用很多的方笔，哦，他传统的画里书法里面，他都會用哦中锋啊什么，我就是用方，用侧，用面，哦，他他喜欢用这个，可是到他说最后呢，哦，他到最后呢，啊，他写起来，你看他中锋以后，他写起来的那个又回到中锋的。 哎，这个这个线条里面来了，哦，所以呢，这个、嗯、这个这,个、孙,这孙正哦，那以前那个台大的校长啊，是他好朋友，他也是这样子讲，他就说，哎，他就说江老师呢，哎，中风后写的字啊，特别有韵味，<laughs> 他讲的比较含蓄，其实。 他是应该是更厉害了一下，好，更厉害一下啊他有讲一句话，我觉得可以把他，那那是怎么样呢？是是他，他他说啊，哎，他为什么像米罗、像像 c 斯科、像齐白石、像这些哦，余又珍大师的去学习？他说这些人呢、啊，就是哦会放光的体，放光体，哎，他会放光，super star。 他会放光，我们要靠近那个大师啊，我们要靠近人家放光，人家会放光，我们不会放光，我们靠近他，他会他的光啊会照到我们身上，啊再折出去，我们也会有一点光，所以他就是一辈子就这样子，所以他喜欢的哦，你可以说他就是英雄人物，所以他喜欢写这个，他所有的书法里面的对联，他只要越吹牛的。 讲的气魄越大學的，写的写的越好。你看，正一千仞刚，啊，老夫啊，正一哦，在那个高岗上面，哎，正一正一千呢，卓足万里有有这种的哦啊，那个那个是齐白石哦，写给那个毛泽东哦，拍毛泽东马屁的。好，这个好，对不起，好，这个海为龙世界，哎，你就是龙。 你云为鹤家乡，然后有人写天呐、啊，天为大，哎，你就是你就是那个鹤，就是就是啊，还有他很喜欢写的那个啊，奇义人中龙，哎，我就是龙，哎啊，我就是那个开张天案嘛，我就是那个马，所以气魄越大，他写的越好，他他都跟英雄在一起，我觉得他也是艺术界里面的英雄人物，哎，他不这么。 啊，他他有一次他就说，哎呀，这是这这个时代没有英雄，不崇拜英雄了。哎，他崇拜英雄，为什么？他自己也是艺术界的英雄。好，不好意思哈，耽误大家时间。啊，谢谢你啊、呃，这位张先生这个朋友啊，呃，刚刚真的是表现出他的学养和他的见地啊，那个。 很不容易，这个刚刚你讲说反射的光芒啊，姜老师好像是太阳的光芒，啊，经由这两位他的高足，啊，再反射出他的光芒，让我们更加的耀眼，更加的接受的这指引和更认识姜老师他的艺术成就啊，那个名师出高徒了哈，有这样子的学生啊，这也是姜老师的另外一项成就。 那现场还有没有其他朋友要表示一下你们的想法和意见？简品书老师也是江老师的学生，<laughs> 对。 啊是，是，啊非常谢谢您，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啊不再烦扰各位发表那个这个谈话，可是大家可以留下来继续看一看姜老师留下的这些杰作。那我们今天在现场这样的一个演讲的过程啊，在网络上也会留存，大家可以不断的去回看。好，谢谢各位光临，谢谢。 好、哦，那我们拍个照。各位，请留步，请请请坐下来，我们拍个照，好不好？